这个是可以产生烧到这个。然后的话，因为前面的话我们设置为空，所以说我们烧到就为空，产生这个质量其实是有用的。我先给大家放到这个地方啊。然后的话，salt 质量我们就产生了。然后的话，我们还要去写一个去获得我们的 OpenID 的方法，就定一个方法叫做我们的获取 OpenID 的方法啊，那就叫我们 df get vchat OpenID，然后 code 传进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将我们这个写的方法让它复制进来，这段代码其实是可以公用的。还有使用 APP 变量，那我们就叫 from 2.0k 线 import APP，也变量引入进来，code 引入进来，然后的话还要引入到我们的 request 这样一个东西。好，这个仓库又引了，还有我们的 JSON 进来之后，做完这一步之后的话，我们做这样一个判断：if OpenID in res，我们才应该有 OpenID，也就是说在最外面。我们最终这个方法要返回 OpenID，我们定一个 OpenID 是空，然后如果有的话，它就是 OpenID 等于它，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将我们的 OpenID 统一进行返回，这个是 OpenID 就返回了。那我们统一掉这个方法就可以来获取我们的 OpenID。在这里的话，我们将它去掉，get 微信的 OpenID，将 code 传过来。如果 OpenID is 空的话，你应该提示它。其实这个时候调用我们微信出错了，你应该这样的过程，然后再重新去调用。同理的话，底下我们也会获取 OpenID 一样的方法，这个我们就进行方法的二次封装，可以方便我们后面进行使用，非常好。当我们有 OpenID 的时候，我们需要获得它有没有绑定这个关系。绑定关系的话，我们也一样的写法，有没有绑定？如果它没有绑定的话，那我们就直接返回它没有绑定，if not bound。那我们就直接返回它未绑定，就是负一嘛，说明它出错了。未绑定，如果绑定的话，那我们需要取我们的用户信息，那就是 member 信息。从这里面可以取出来我们的 member 信息。那如果我们 member 信息查不到，那也是不行的。未查询到绑定信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的话，做完这一步之后的话，说明我们查到这个用户信息了。查到这个用户信息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将用户的一些基本信息返回给他。但是我们在我们整个系统里面，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去显示个什么东西的。所以说，我们返回的东西的话，我们就不是用户的基本信息，我们应该返回一个加密的字符串。所以说，就为什么我们在 member 里面，我依然保留了这样的一个产生授权 token 的一个方法。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产生一个 token。产生 token 的方式其实跟我们的当时我们做的是后台管理员登录的形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token 来区分这个用户是否是登录了，然后在我们每一次小程序提交的时候，都将那个 token 带到我们的后端请求来，然后这个后端请求就可以统一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已经登录了，是 member info，然后将我们的 member ID 也放进来，啊，记住这个方法，这方法我们就是默认就是 member info 了。Member info 里面我们不需要这么多，我们只需要三个字符串就可以了。一个是 Member info 的 ID，这个是无法篡改的。还有一个是我们 Member 的 Salt 字段。所以说刚才我为什么要将这个 Salt 把它补全呢？就是每一个人产生的 Salt 不一样，把它生成的加密字符串就不一样。还有它的 Status 字段，如果这个用户他已经被我们注销了，或者说被我们关闭了，他也不能进来。Member status 这个字段，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密得到一个加密字符串，将这个加密字符串统一返回给我们的前端进行来处理就可以了。RS data 它是一个 JSON 的时候，那我们就是 token 等于我们的 token。
那就是一样的，上面其实我们也希望返回的是 token， 其实我们不需要是昵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如何来获取我们的 token 呢？写法是一模一样的，进行页面的返回。当网络失败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这个服务挂了，挂的话你再重启一下就好了。200它就将我们 token 进行返回来了。token 的话，等到我们后面我们去进行我们其他页面的请求的时候，将这个 token 发送到我们的 API 层，我们 API 层可以通过这个 token 来区分这个是不是这个用户，这就是用户的登录态的来源。它其实跟我们的当时的做的 Python 单的管理员登录，其实登录态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生成了一个加密的 token， 只是在我们的浏览器上我们设置到我们的登录器，我们的网站的那个 token 里面去了。这个的话我们可以设置到它的缓存里面去。如果是已经登录，它就会返回 token， 并且状态生成200，那我们显示这个按钮是对的。那我们将我们的用户信息进行再次清空的话，那说明这个时候是没有了。那没有了之后的话，说明它应该显示另一个按钮，对不对？我们把它清空，刷新页面。好，这个时候它就返回的是未绑定嘛。未绑定时我们就不应该显示这样的一个按钮的话，那我们应该是显示的是另一个按钮。好，那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来将我们的这个值设置为 false。假如说我们直接将它改为 false， 我们看看效果啊。走吧，订餐去，对吧？只要我们将这个值改成 false 的话，它就可以了。好，我们需要 want right 等于 this，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之后，它的作用就已经变了。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if rs.code 不等于200，我们就应该 write.setData， 这是微信的一个方法，将我们的这个值设置为 false， 两个按钮进行切换的显示。好，你发现它就显示这样一个按钮了吗？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老师这个区分度也太低了吧，那我们就怎么样来看一看啊。先把它改成登录，这就显示登录，对吧？你就点击登录，就默认就登录成功，它就获取了我们的 token。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它就可以来进行两个按钮进行统一进行显示。那我们就以登录进行，登录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应该进入到我们的首页。根据我们的说法啊，无论是哪种方式的话，都应该是进入到我们的首页。这种方式的话，如果是没有登录的话，就这样显示就行了。如果登录成功的话，那我们应该直接显示，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首页里面去就可以了。首页的是 go to index 就可以了。在最底下的话也是一样的， if rs.code 不等于200，不止200说明他们注册没成功嘛，那我们就是直接应该是 app.alert 弹出的是一个提示信息，让他们进行按照这个提示信息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我们就直接要跳转到我们首页就可以了， contact 等于我们的 rs.message， 然后的话直接 return 就可以了。其他的话就是我们跳转到我们的首页，然后最上面的话也是一样的， write 等于我们的 this。这个是已经登录成功了，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是登录成功了，返回的值也是对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应该显示怎么还是登录按钮呢？好，那我们再来好好去读一下官方文档。官方文档组件 API 里面第一个方法发起了网络请求，它的 success 方法 success 它会返回 data code 跟 header， data 才是服务器返回的用户数据，是不是？所以说一样是这样的，是 rsdata 点不等于200才可以。我们再来试一试啊，我找到的信息，来试一试。你看这个时候它就自动跳转到我们的首页里面去了，对不对？好，我们将这块屏蔽掉，不让它去跳转，看看效果。好，对吧？走吧订餐区，这就说明我们登录了。那我们就将我们的走吧订餐区改为一，然后这个地方改成我们的授权登录，用来为了区分。其实我本来是想把它写成走吧都是订餐区，
只是同一个按钮，你看到的是同一个按钮，但是其实是两种动作这样的动作。好，按照我们这话，如果是已经登录过的东西，那就点吧，走吧，电商店的进入到我们的首页里面来了。那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用户信息进行清空一次，将我们这个表里面数据进行清空，刷新这个用户的数据，好，还进行授权登录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两个的步骤。第一个是如果没有进行绑定和注册的话，我们就显示授权登录，如果已经是绑定的话，那我们就直接让它进行登录就可以了，这就这样一个动作。好，到这一步的话，我们的基本代码就已经完全已经写完了。那唯一一步就是我们将返回来的这个 data 信息需要将它进行统一处理一次，然后点击授权登录啊，登录完了之后它报了一个错，他说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将我们下面的这一个 rsdata.code 等于它 rsdata.message 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的微信的网络请求的这一单的规定啊，所以说后面写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了，我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你一定会犯错，因为你并不知道它的组成部分是什么，所以说你很有可能犯错，你像我这样也会犯错，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来一遍就可以了，将我们的用户信息进行清空，清空完了之后进行授权登录，登录成功完了之后就跳到这个页面来了，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登录功能才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功能啊。到这一步的时候，那就我们还有唯一点优化是需要做的，我们需要将它返回的这个信息存储到我们的缓存里边去。好，根据我们的 API 里面提供的，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存储到我们的缓存里边去的文件缓存这样的一个动作。好，我们看一看啊，将数据存储到本地的中的指定的 K 中，会覆盖原来的 K， 这是一个异步接口。然后还有一个 set 的方式啊， set 它是一个同步的方式，根据我们不同的情况，有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使用同步，有的情况我们使用异步，像我们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使用异步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件事情了。那我希望的话这个方法是统一封装在我们 app.js 里面，这种方法的话应该说比较常用，就是 get cache 还有个 set cache。 get cache 的话你只需要有个 key 就可以了， set cache 的话你需要有 key 还有管钮，将什么值塞到什么地方嘛，按照官方文档说的。我们一般的话我们都是会使用异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它复制过来，它放的是一个 object， 就是一个对象，好，把它复制过来进行使用就可以了。 k 就等于 k， value 就等于 value， 官方的说明文档都非常好。然后的话我们如果去 get 它呢，盖它的时候的话，我们去获取一个值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希望是同步的去获取一个值，所以说我们盖它默认实现的话，我们就是从这里面去取。默认就从 set 的话我们一般是异步的，盖它的话我们是希望同步实时返回的嘛，大家要理解啊。啊，按照他的写法是刷一开启啊。哦 ，value 等于 undefined， 它取出来了。然后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它发生错误的话，那就没有啊，我们就不要。然后像这里该加的风加完，到这一步之后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来进行处理。 APP 里面的话，在这一步之后我们就需要有微信 app.setcache， k 值是我们的 token， 然后是值是我们 rs.data
RS data 表示的是我们返回数据，返回里面一个 data 的 token 值。这就是当我们熟悉了一个东西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使用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然后如果是它不等于200等于200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再来看看效果啊。此时是已经登录了啊，我们看看它的存储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的 token 就已经放进来了，对不对？证明我们存储已经成功了，解决这一步。这个时候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登录功能就已经完完全全就已经做完了。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的登录整个过程是如何去实现的，来捋一捋我们的思路。首先，我们在我们的 Web 层里面 ，Contract 里面新建的 API 这样的一个包，然后里面有一个 Int.py 这样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话，它就是注入统一作为我们 API 的一个注入的一个标识，里面先新建个蓝图。引入到我们 3W 这个里面来了，然后它统一的网址前缀是斜杠 API， 这个里面它是我们所有未来写小程序 API 的入口，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副的点 PY， 它就是我们首页的搜索的一些展示的情况，还有一些我们的会员的情况， member 的我的个人信息啊这些情况。所以说 API 这个目录是我们小程专门给我们小程序使用的。然后的话在我们的 member 里面，我们新建了 member， 我们会有两个方法。两个方法的话我给大家讲解。这两个方法可以蕴含到我们的这里面的两个按钮，一个是酒吧去订餐，一个是我们的登录授权登录这两个。好。这两个方法分别是什么，一个是检验是否是已经登录是注册的，还有一个是进行登录注册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检验注册登录的原理是什么原则啊，我们给大家讲一讲。以这个示意图来进行简讲。例如说当我们是第一次进入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们应该显示的是授权登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用户还没在我们这边注册嘛，所以说就是授权登录。当他已经在我们注册之后的话，我们其实是知道这个用户的 OpenID 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 login 方法来获得他的 code， 通过我们的 code 来获取我们的 OpenID， 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否是已经在我们这边注册过。那如果注册过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通过我们微信的Get User Info 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获取我们用户的基本信息，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信息我们已经有了，再次去获取其实等于是额外的浪费了一次请求。好，这就是它两个原理，所以说它都对应了两个方法。切个 Login 的话，就是通过我们传过来的 Code 来获取我们的 OpenID， 然后通过我们的绑定关系表里面来确认这个 OpenID 是否是已经存在的。如果是没有存在的话，那说明它是没绑定的话，那我们就要走我们的授权登录的接口。如果我们 Member 信息它绑定了，但是我们也获取不了我们的 member 信息，那说明它也要进行我们的授权登录。弄完之后的话，那我们就统一来生成一个 token， 这个 token 的话就是未来我们请求所有 API 需要带来的头部信息。通过这个头部信息的话，我们后面会讲解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个 token 来进行验证我们的有效性。而 login 方法的话其实很简单，它也是通过我们的 code 信息来获取我们的 OpenID， 然后通过 OpenID 的话进行我们的 member 表跟我们的绑定关系表进行了一种映射的关联的字段，然后的话在我们的 member 表里面将它进行注册进来，在我们 open auth 我们的绑定关系表里面将它的相关信息注入进来。注入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同样是返回了我们的 token 信息给我们的前端我们的小程序系统。这就是我们整个注册和我们的注册登录的一个功能。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点要小讲的，获取 OpenID， 获取 OpenID 的话我们封装了一个统一的方法。为什么会有统一封装这个过程，是因为当一个专门代码你写多遍写到一遍以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定要进行封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理论上叫做优化，如果这个时候的话你不做整个很长时间之后的话，那个时候其实叫做重构。所以说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就想到我们代码如何去写比较优雅，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顺手就已经做了。然后的话如何来获取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东西的话我给大家讲过。我们说说我们 login 方法。login 方法的时候可以获得我们的 code。code 的话是可以去换取我们的 OpenID 的。然后通过给这个网址去发送一个 get 请求，然后来获取我们的 OpenID。然后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你需要有 APPID 跟我们的 APPK 以及我们的临时的 code。而我们的 APPID、APPK 是在我们的开发设置里面去来进行统一去获取的。啊，有了它之后，它就可以获取我们的 OpenID。
然后的话，我们为了可以方便发送我们网站请求，我们安装了我们的 request 的这样的一个插件 ，pip install request 啊，记住啊，这样就可以返回它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好，那关于我们本章节的用户的会员的登录过程，我们就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来完成的是我们管理员的会员管理功能。